种算震撼吗？谈恋爱当然算了。算。谈恋爱当然算了。算。对，其实我也觉得挺震撼。出卖了，出卖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那你什么时候会告诉我？我可以那个提示你。他要说了，瑶瑶要说了。他要说了，你不会说圈内人，他盯太久了，他一定会说，就是现在有一点白头发，有一点白头发的男生，哦，那就是你有年纪了，嗯，四十几岁，我不知道他几岁，有白头发是他五十吧，圈内人，圈内人，然后呢，就是他，啊，他怎样？但我觉得这样不应该。他怎样的？他好像有女朋友，但他有在想要追别人。你说了。他好像他已经全盘托出了，想追别人，追是年轻的妹妹，就小女生啊。然后呢，他有做什么事？就想追而已啦，我想。这想追有多种啊？他有没有什么，比如说？大家出国玩啊？没有啦，应该没有到那么夸张，因为我也不，因为就是那个、啊、吃饭，就可能类似吧。送东西。什么叫做引诱犯罪？嗯，这是刚哥在做的事情、啊。想送什么、啊？有人一定会想送东西。没有，因为我也没有很清楚啊，我只是侧面得知有这件事情啊，就觉得这好像不大好。哦，所以就你哦 ，OK，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。对，一个有一点白头发。太好引导了，我不把它整理一下也一样好。对，因为这有个有点白头发，不就是像刚刚一样吗？对，有、哎、有年纪哦。对，有年纪，是不是有年纪？哦，我就会讲，跟我熟不熟？我认为好像有点熟。对，就像刚刚那样。那假如是谁知道的才是谁？对啦，是没错啦，的确不知道是谁哦。如果我看效果不足啊，会演。而且。真的知道也没关系、因为那男的这样本来就不对，对不对？都有女朋友了，而且我如果说我看那个，应该吧？哎，你是下一场的，下一场。哦，等我一下，店名都好、哦。哇，那音调马上改变。是哦，对啊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哦好、啊，嗯，我是新点的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讲，一样。好，叫我的 ，OK 啊，等一下，建明哥好，嗨，好吧，我不知道啊，等一下吧。奇怪，看到已经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对啊，应该找到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左右而言他，你看他的表情。对啊，来，尴尬的。我这期有少平吗？哎呦，我看到他，我刚刚有看到他，有吗？来了吗？他又出去了，好像因为是有人叫他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奇怪了。对啊，他坐吗？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好，坐着啦。我去看啊，看有没有人。哦，这个很精彩哦。看以后都是我来骗好，我觉得我还蛮会骗的。非常厉害。结束了。我刚好看到那个郑明哥，他在哪里？他出去了。我不知道，然后刚才说好像要跟你一起的，然后因为我说你要出去了，然后又跑出去找你了。他知道我今天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是来找你的吗？我就知道啊。该死，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呢、啊？讲出来。讲出来？不行吧？可以啦。可是宝妈跟建明哥讲出来。跟谁讲？在脸书上吗？跟大家讲吗？还是？小康哥的节目。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刚好呢，有一个男艺人，康明哥问是谁啊？他说不用讲的很那个，很明确。不行了，康哥用机车，他一定会一直逼你讲出来吧？而且每次制作单位不都说没有没有，我们不用不用，然后去了就被人家扒光。
赵婷，王建明追你。对着镜头发誓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接这个通告？没有，可以接的。可以接这个通告。你不要动心，对不对？这个自制力的测验，我们再次看到人性的险恶。哪有善良？善良，善良。不险恶，只是脏而已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要小心。下一次会用什么主题测试呢？各位，你要小心了。谢谢。